最近很认同莫泊桑的一段话，人如果能坚定自己内心所想，不攀比，不盲从，不被他人影响，一门心思过好自己的日子，就会快乐许多。比较是偷走幸福的小偷，就努力做好自己觉得正确的事情吧，被误解也好，被理解也罢，慢慢来，我们总会迎来冰雪消融的那一天。早安，新的一天要做好自己，摸头。